好，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们现在呢就在 Bandport 跟亮颖在一块儿。哎，张亮颖，刚才的四位佳丽已经进行了新一轮的角逐，告诉我们你最喜欢谁？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很棒，然后可能刚刚对十五号说话的语气比较有印象，因为他很流利、很自信。哇哦，十五号哦，加油哦！对啊，不知道会不会给这位选手带来好运呢？如果你更期待我们小天后的精彩表演，请继续锁定2011环球小姐滑冰大赛总决赛。接下来的表演嘉宾也是一名女性，她是一位既美丽又有实力的女歌手。 Ladies and gentlemen, please welcome 张亮颖。首《爱就爱》送给所有漂亮的家里们，也送给今天到场所有的朋友。多么喜欢带住被你抱着呵护，多么开心漫步为你狂舞，多么盼望能别再为你而哭，反复习惯着你身边的温度。也
许是我愿意这么让你摆布，或许是我这样让你糊涂，可惜原来我比起你更糊涂，宁愿为你把我自己也辜负。爱就爱了，爱了爱你的全部，是我选择用尽心力，当然你也可以继续爱自己，能不能至少别打击我的心？难道这样爱你，即使不曾叹息，你也感到压力，所以抗拒？毫不在意走下去，你是否能装作在意不放弃？谢谢张靓颖的精彩演出，非常感谢张靓颖在这里呢，我们的这个现场气氛可以说是相当的沸腾了啊！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进行最后的宣布，今天晚上选出的佳丽呢，即将要戴上尊贵而优雅的后冠，代表中国，代表中国美，去参加在巴西 Saint Paulo's 的
最后环球小姐总决赛